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下车了，我们现在在高芒区另外一个地方。前方100米向左前方直行。哎，下雪喽。萌宠小，你好，是那个萌宠什么的小小？哎呀，买东西，你几点开门？我刚打电话来的。哦，冻死我了，买点猫粮。那个有那个小袋的猫粮吗？啊？再小点的。再小点，对。这种这叫那鱼肉吧？鱼肉对那猫粮。20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好贵！看着它，看着特别红，看到没有？自己那玩的好嗨。妈妈过来，过来，我准备走了啊！别对着我相机怼我好不好？这样很不礼貌的，知道吧？咱们要出去逛街了。你把膀子死死的，你就是不能看我侧脸子是吧？对，你是这意思吗？这个坏猫。今天我们带钢棒出去玩肥啊，算体验一下城市中的生活。你怕什么怕呀？在外面有什么可怕的呀？你不体验一下生活，你怎么弄得了呢？必须要适应，知道了不？哈哈，妈妈妈妈妈。今天带你来吃石锅鱼，你想不想吃鱼？问他吃不吃不吃石锅鱼？我问你。哎呀，你看你胆小的样子，真是的。出来一趟至于这么胆小吗？干妈过来，干妈过来，过来过来，看着我，带你吃石锅鱼啊！鱼上来给你尝点。这干啥呢？你别装，地方钻进去啊！